夫妻观察治愈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第二季正在热播。近日节目花絮照公开，照片中张嘉倪身穿篮球背心紧身裤，娇小可爱，与老公买超篮球场上演举高高式灌篮，甜蜜互动，两人笑得格外灿烂，这是什么偶像剧的画面呀？粉丝们看了纷纷评论，太甜了太甜了，超喜欢这一段，真是太甜了，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呀？两个人都好好看，超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